位于沙头角的梅子林村，在荔枝窝需要再行半个钟山才到，曾经荒废了几十年，近日重拾人气，背后其实有赖一班村民、义工和文化组织合力活化。梅子林呢就有一系列的壁画的，其中这一幅就讲紧黄牛的。以前这里很多梯田，靠这些黄牛就帮他犁田的。当这些黄牛休息的时候，就会绑在这一棵荔枝树下，村民都会在树下休息放风筝。黄色就是代表稻田金黄色一片。这个创作全靠我们和村民艺术家一起去交流而得到的创作灵感。艺术家叶晓文曾经在这里借宿，将梅子林村出没过的各种生物画在几间旧屋里。Charles 和村民合作，将其中一间旧屋变为梅子林故事馆，展出村民以前的用品，体现客家村的生活文化。细个六几七几年嗰阵时，总共有十六家人，大约应该都有廿几间屋噶。我就喺入边出世嘅，呢间屋佢即系我哋叫老屋啦，起码百几二百年嘅历史噶啦。2001年咧，都仲有啲部分上盖嘅，到后期咁逐渐咁冧晒落嚟啦。好想整翻佢，因为好似好寥落咁样啊嘛。整咗佢又唔系净系自己可以用啊，啲嘢整咗可以 share 啊嘛，多啲人分享。梅子林村的重生，除了有赖不同组织的帮忙，还因为不少义工被村长的热诚打动，帮忙复村，包括72岁的梁哥。早期最主要就是将这些梯田全部清好之后，种回吉仔树。现在看到吉仔树是很漂亮，有收成，眼前一片翠绿。掘了一个水塘，又利用了现有一些天然的溪水搭这些喉下来，令到现在这个上下两度都有水用，那你说挺好的。这泥愿意泥，泥得多自然有一种感觉，俗称说是半个家或者四分一个家，都是希望它搞好它。